无啦，啊来刚刚拢迄日迄日刚刚。好。讲这是全台湾这个这边最有钱的地方，所以我以后给人弄大家，所以我也在，所以我喜欢走这里啊，然后走这里会很有钱，我就喜欢有钱。这里是新竹哦，我来到新竹玩哦。有啊，所以哈、哦，人家说这里最有钱啊，然后这里是高科技的地方啊，哈、哦，这里的房子是最贵的，全台湾最贵的房子啊。我下面为什么那么贵？弄去攀哪啦？听狗仔队，不对吧？我是记者啦，我不是狗仔。技巧啦，技巧。哇，这都没事，这都一挂都没事哦。这什么站牌？关心公园呐、啊。光家龙的很多美食在这里啊，我很高兴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很高兴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你幸福吗？我很幸福。我们的车子停在这里的，一台是阿水的车。啊，车子出完了哇！我讲没时间啊。哎，进来啊！哎，进来啊！还没收钱呢。秀苗苗，听苗苗，这边在秀啥？秀苗苗，要听秀啥啊？大家拢秀啊！我秀爱提钱来啊！昨天早上你打电话，我嘛讲听苗苗秀苗苗，秀啊，不看钱，秀啥？大家拢秀苗苗，你是在秀钱？我红秀爱钱嘞，我红秀你钱花嘞。好啦，就靠这边我领下你啦。你领好啊？啊，无领啊，领也水啊，我欠也水啊，几个顿。你欠也水几顿？无啊，比囡仔吼，啊我唔哎、欸，你说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就听我讲一个，我没有被儿子请过呢，啊只有被你请过。啊，有等你娘，我早带厝，我定买物件你食。无，伊买来伊爸爸食，伊唔想买来我食。
他不会买给我吃啊。哎，唔买当咪大家食。无无无，迄因爸爸会。无同哦，伊讲我甲乌白开啊，甲糖乌白开啊。哎，拄好要来开啊，无开啊。啊，你物件爱提提哦，两分钟就落车哦。嗯。你个帽啊啥爱提哦，两分钟就落车。那我去。啊，你咪我过来落车。那也无要紧。啊，无嘞，唔是咧遮尔吗？过动车。是吗？我等到动车咧，下班时间。哦。对啊，这安全性就是上关的，就这条街啦。我无什么感觉啊。哎呀，真诶，无感觉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。就是上关的地。啊，伊这毋是炒锅台米款的，还是？就是你们高科技说，哎呀，就是说月薪贵族，嘿啊，白领阶级上关的，嘿，对啊，你要甲迄大头家，嘿，迄无可能，我讲就是食头路，哎呀，你食头路，你啊薪水啊高科技啊上班，你啊上阶级的，啊技术人员咱伫咧遮就对啊。我捌听过啊，我捌听人讲啊，可是我第一次的，哎。我顶过来，你无甲我介绍，我唔知啊。几百个第一次。我讲，我较早第一次来，你嘛无介绍，啊，即马第三届才介绍，所以我听过，我唔知影讲我捌来过呢。你看生意好个，人拢伫遐等。因为阮遮拢消费会起个，大家拢食会起。哎，伊啥那遐贤谈啥啦？当烟花伫咧遮，咱个可能咱。国家靠因赚钱的款啦，吼、哦，靠这个技术人员的，对吧？年薪拢百几万，嗯，年薪拢悬的啦，一两百万的比较算低，所以讲照讲恁两个嘛是赚袂少，嗯，应该是安尼，伊的收入照讲嘛是袂歹，啊。我拢一直想我是嫁落大新娶某咧，因为伊自我捌伊的时阵，伊就有女朋友啊。伊个只冷气内袂冷啊，嘛阁无冷。卖甲做啊做啊，你怎啊大伊胖袂过啊？哎，你看这些都比我感觉快，我是看相片还是看了，感觉看过人。我知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很熟嘞，我点了个相片看，感觉看过伊。唔知啊。你的车要看两看麦啊，那会拢无力。我今麦开始。可是早上有呢，开始冷啊。早上我们坐的时候有人呢。无啦，大家拢敢开到这大，车胖的过来。冷了，够硬巴啦。伊风速拢敢开到这大。地面风速都悬落去安尼啊，都袂使安尼，豆豆来就好，爱着地面就较强落去，啊强落去就胖袂出来啊。较早顶年常讲，哦，迄桃园拢好惹人，拢啥拢好惹人，拢无看乌托邦，拢大大拢在笑。啊，三林埔拢乌托邦，等下冷冷啊，桃园拢好惹人。
啊，恁娘啊，住光复路啊，就即撮尔，即撮光复路啊。啊，人伊住咧套房袂歹呢。啊，恁来讲你住迄只歹，我虽然无啥够相信。伊住迄是正大间哦。嘿，那套房我没有去过呢。啊，然后他那个吼浴室嘛袂歹呢。你住哪来的？哟。你问你啦，你叫我嘛唔知迄到底是唔大。双方卖啥？我唔知迄到底是大啦，我唔是大啦。去百外块，搁都唔是大。无，我去过一届尔、嗯。我去一届尔啦。去百外块。啊，去一届啊，伊迄唔知，刚刚专门咧做人、做人这些学生啊是安怎？那是唔是大啦？有坐电梯，无坐电梯。嗯，伊迄吼，刚刚。奇怪我。免啦讲，不高级啦。哎嘛，我嘛唔知到底是咪大楼，我就感觉，迄就是安尼啊，唔是讲楼卡厝吧，无做，未记得足久啊啦。一定是较早家里租遐啦。安尼啊？我唔知呀，我是安尼讲。我来刚足新啊，迄啊就看底啊，哎，嘛一个迄间啊看底啊，行入去啊，是咪安尼？哇塞！内底啊，就行入去啊，就什么啊，足复杂啊，就。什么洗衫，什么爱去外口洗啊，什么爱安那，就是，你讲没有啊？啊，可是他环境不错啊。还有沙发椅耶，那个厕所是那个透明玻璃耶，就蛮享受的地方就对了。那你走应该吗？哎，你知影在倒一间吗？那厉害！可是他都说他没有在，他都没有在家了，他都在那个、啊、图书馆啊，在那个中央大学图书馆啊。规工拢伫咧遐，在那边发明东西啊。就是他们图书馆有一间吼，专门是化工，伊跟他化工科，伊其他，反正就是有一间专门就是给他们研究的东西的图书馆就对了。啊，我有入去过啊，有带入去，有带阮入去啊。啊，因为中央大学你敢捌去过？哈、啊，真的捌去过无？你们有去过吗？谁有去？嘉瑞敢捌去过？他那个中央大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也是第一次，那也是第一次去。他结果那个是，哇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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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到要坐公车呢。你拎起别拎哦，干脆开头门嘛，较灵。就一站一站诶，他们看着我，是风是吧？对啊，啊，开进来就热啦。就整个校区呀，都是公车可以跑啊。啊，再去用保养咧啊，保养到你级别咧，昨昏再去保养咧啊，保养安尼。昨天哦，哎呀，伊讲伊昨在，为着要载咱，啊较紧去保养。伊若车上安尼，你搁坐公路驶，拢冷气吹出来就冷。我就觉得早上有冷啊。啊，即摆阁无咧冷。啊，即摆就是车无咧走啦，拢翕掉。
你讲我们无今日去底下做？他早上说那个泰山呐、啊，泰山明治路啊。阿姨，安尼，若要转去恁遐，伊若住在大桥头遐，应该嘛是有顺路啊。嗯。问题是咱到位，伊搁咧做啥嘞？没关系啊，没差啦。无差，你若迄落落去。系啊。落去坐内底。对啊。坐恁去坐坐，啊再吃迄落住在内底。系啊，看他，伊一定叫坐遐搭子的，伊咱嘛叫坐遐搭子。啊！你都莫出站，待月台啊，坐到时间口才出去就好啊。嗯，反正就坐啊，搭坐就好啊。也坐进来，这拢有电梯啊。因为阮到就离搭坐较近啊。伊搭坐你知无？搭坐就咧外山溪遐，你知无？最后，嘿啊，到搭坐站就是外山溪啊。伊过迄个啥物自强隧道？嘿，对，啊，就迄个防空啊，出去就外穿去啊。所以嘛，叫我当个大侄。啊，你哈。到了那个自强隧道哈，啊那个隧道已经经过了，已经到了，那空气就品质就很差很多了，就很冷了。要心跳就是安尼在动车，拢无变色啊。大兄弟有啥物好？拢只冻甲安尼。大兄弟吼，人会想这个趁钱啊，就会好啊。哈哈哈！听兄弟，哦，你兄弟接头了，哦，这个趁钱的。这龙光复路这主要干道，哦，有臭臭，安怎坐着？你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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